更希望开心的过日子吗？不要有孩。虽然你们可能也许有些很多人，连我自己有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反抗。我们为什么反抗？没有人知道吗？可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。我们自己当地人，自己当地人感受呢是特别深的啊。蓝屿的核废料在。我还没出生到现在已经30年了吧，对吧？30年前已经在那地方了，然后说过政府答应我们要迁走。我们今天不是因为要接受核废而返航，我们今天因为要迁出核废而返航。因为他已经合约已经到期了嘛，对啊，就像你租房子，你租2个月，结果他要跟你说3个月都不要付钱，要你自己吸收，你愿意你开心吗？如果那个东西是垃圾的话，你不要说是垃圾了，反正就是有害身体，你那个笑，你特别大声。对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大家都希望平安嘛。你谁希望垃圾放在你家？你希望垃圾放在你家吗？你不希望吗？你希望垃圾放在你家吗？你希望吗？你希望核废料放在你家吗？你希望吗？对啊。所以我们年轻人，就算没有用，我还是照样反核反核反核。所以我写的这首歌，就是反核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上半场时间先休息个10分钟吗？10分钟之后，大家归位来继续听，现在更精彩，好不好？我们可能会演戏之类的，真的，我们真的会演戏哦，不要小看，真的，你们可以走秀之类的，走秀之类的，也 OK 啊，你们可以上上厕所啊，看一下铁花村啊，对。现在先休息10分钟，谢谢大家。